男人深爱着你，才会告诉你这四件事。在感情中，有许多女人都在疑惑着谁才是爱自己的人，是那个会甜言蜜语的，还是那个会给自己讲笑话的？或许是那个能陪自己吃饭的。其实真正的爱从来是心甘情愿的付出，愿意为了对方去妥协，做彼此的依靠。而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，在和你相处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对你的心意。女人小心翼翼、脆弱害怕地去寻找爱情，守护爱情。生活中有太多选择，可是生活却没有告诉大家正确答案，他们也不知道正确答案。可人就是这样，都希望自己选中的是正确答案。请记住，爱是藏不住的。男人深爱你时，你会在这四个地方找到你的快乐。当男人会主动告诉你这四件事情的时候，说明他深爱着你。作为女人，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这几件事，那么这个男人值得你去多付终生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嫁给他吧。第一件事，当一个男人遇到事情很难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他会和你分享。只有深爱着你，才会相信你。男人很少会告诉一个女人的。如果男人告诉你了，说明他深爱着你。如果他主动去找你，告诉你他的想法、他的顾虑，然后听取你的意见，那就意味着他很信任你。在他的心里，你能给他方向和力量。男人在遇到困难，特别是左右为难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找同事、找朋友讨论。第二件事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，男人愿意开口告诉你。如果一个男人深爱着一个女人，他会时时刻刻想把身边的事情与对方分享，哪怕只是一些小事情，都想第一时间告诉他。如果一个男人只是单纯的对你好感，那么他为了取悦你，只会说一些甜言蜜语，说一些你爱听的事情。如果这个男人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，他都会全部毫无保留地跟你说，那么说明他很爱你。他喜欢告诉你生活中的所有事情，在他的内心中，其实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第三件事情，男人隐藏在内心的秘密或是无法抹平的伤痕。一个男人最不会的就是示弱，他们宁愿自己扛下所有不好事情，也不愿意说出来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男人愿意吐露心声，说出自己脆弱敏感的地方，那么说明这个男人没有把你当做外人，而是早已把你当做了自己人。另外，对一个男人来说，他们的往事，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情，更是不愿意和现任女友提起。相反，如果这个男人愿意跟你坦白，那么说明他对你是足够坦诚的。第四件事，一个男人对待爱情以及婚姻的观点。他会主动地把他对爱情、对婚姻的看法告诉你，希望你能同意、能相信、能提出更好的想法。一个男人一旦真的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就一定不会只考虑现在的快乐，一定会开始考虑两个人的将来。相反，如果你们在一起了，却一直只考虑眼下的吃吃喝喝，那就意味着这个男人不值得你爱。其实，男人的心里也有很多的伤，有很多的秘密，轻易不会告诉任何人。男人和女人一样，女人会把心事和闺蜜说，可男人不会，就算是兄弟，也顶多只是在喝醉的时候闲扯几句。